刚才出桌，咱俩讲完，叫我来看看他的实习都是桌，健康不健康？弄过去了，准备装卷，大概是十来头吧。现在他害怕非洲猪瘟，现在非洲猪瘟园区是比较是厉害。现在现在健康的情况下装卷位，如果有问题，他就是怀疑就不敢喂了，要看看啥情况。可以撒点量看看吧，你弄了两条喂。好，你这自动两条鱼。这猪总共多长时间了？这猪应该是五十天多。从下到现在啊？五十天多。这个一窝下呢，十来套。一窝好。这十来头。日后给他往再少拉点儿。三休。现在为了在这五味药量。是。这主要用五十天了。木质这边也配上卷了。木质配上了。你现在是觉着是想装卷的，觉着害怕他啥情况，健康不健康是吧？我觉着这精神也可以，各方面都这健康猪。咱想装卷能装卷没有问题。这是能装卷。这合理喂饲料，打着防疫针，正常喂就是。这到这几个月，四五个三四个月五个月，你这猪都能吃草。那到时候给他卖大价去，能卖到十块钱了去。好，那我会这都放心。好，中。养猪户现在都是出害怕心理，也是为了不想是为了害怕，实际通过检查，这猪健康可以正常饲喂，没问题。